有最後一位的參賽者出場，他是林志樂 Felix。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林志樂 Felix， 我是星夢裡面唯一一個四眼仔。我參加這個節目的原因是因為我想告訴大家，不一定帥仔才懂唱歌的。我亦都想通過這個節目用我的聲音跟大家說，其實廣東歌還是很正很正，所以我會揀很多大家未必是最耳熟能詳的歌，但是我自己私心推介的香港音樂送給大家，希望到時你會記得我的名字叫林志樂 Felix。 多謝，謝謝 Felix。